今天要介绍大家这只97欧特班。欧特班在1975年时由 Seagram's 公司在斯佩塞中心所建立，最主要是要做 Chivas 7瓦式调和威士忌当基酒用。2000年宝乐利家买下欧特班后，2002年被纳入储备酒厂暂时歇业，2005年重新启用欧特班，欧特班几乎全数被作为调和基酒，所以独立装瓶厂能装到欧特班的酒真的很难能可贵。1997年4月蒸馏，2023年4月装瓶，9026年波本桶熟成，酒精度 50.1% 单桶原酒，桶号300142，总装瓶数为172支，香气带有轻柔柑橘、梨子和水蜜桃果香，柔顺的咸奶油、坚果、花蜜、香草与些微木质香气，入口口感柔顺的柑橘、桃子、瓜果甜香，奶油、坚果、花蜜、香草、蜡质、豆蔻与新香料，尾韵中等偏长尾韵，柑橘、苹果、杏桃、咸奶油、花蜜、香草、木质、草本。这支97欧特班可以让您品味2002年封厂前欧特班所拥有的美好风味。